大家好，多谢频道，我叫 Alice。今日我做一 set 咧脊骨嘅运动啦，令到脊骨咧更加健康，更加活动能力更加好嘅。咁首先我哋跪喺张瑜伽石上边，心口向上，下巴向上，眼睛向上望住天空，跟住咧个背脊夹住，背脊弯曲，下巴向下，跟住 pat 掂到脚踭，上翻嚟，心口向上。下巴向上，眼睛向上，背脊夹住，再弯曲，跟住下巴向下，劈劈掂到脚踭，上翻嚟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弯曲。我哋呢个动作系好舒服嘅，唔需要急嘅，吸气上，呼气，吸气。再呼气，咁脊骨咧健康系非常重要啦。脊骨唔只系爱嚟支撑成人体嘅重量啦，仲有咧系爱嚟将我哋嘅营养带到每一 part 嘅身体度。咁当你脊骨成日坐喺度啊，少喐动嘅时候咧，个人自然硬啦，比较攰嘅。所以记住不断做下呢啲咁嘅运动咧，令到脊骨更加柔软、更加顺顺嘅。前手臂放喺呢个脊上边啦，变成一个 tabletop 嘅位置啦，跟住将个右手垫去右边嘅头侧边啦，将个心口拉去右边，吸气呼气，再转去左手边，跟住将只右手穿去左手边，吸气呼气。拉翻过嚟，将个右手指掂到个右头度，跟住个心口转，吸气呼气，将个右手穿去左手边，吸气呼气，右手掂到个右头嘅侧边，跟住将个心口拉去右边，不断重复动作。跟住有背脊，我背脊 keep 住系平噶啦，收肚腩噶啦。同埋，将我每次转去右手边时候咧，我都谂下，我尽量将个心口转去上方嘅。咁当我只右手穿去左手边时候，我心口咧都系跟住转去左手边嘅。咁我哋个脊骨咧，唔只可以向前后啦，同埋都可以向扭去左右嘅。好啦，做多一下，跟住我转去呢边。今次咧，右手垫去右头嗰边啦，跟住将个心口转去左手边，跟住将个心口转去右手边，只手穿过去右手边嗰边啦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转。我哋要慢慢做啲动作嘅，其实 E-set 运动咧，
好适合咧，你系朝头早做啦，或者你放工之后翻屋企做嘅，因为咧呢啲咁嘅 low impact 嘅运动咧，又可以慢慢帮你拉筋啦，又松弛，个人做完之后会好舒服嘅。有时你坐咗咁耐咧，更加需要去喐动下我哋只骨啦，或者琴晚瞓得唔好的时候。呢啲咁嘅运动咧，亦都可以令到你身体血液循环得好啲，个人精神啲嘅。我将对手摆喺个脊上面，慢慢将个人拉上嚟。好啦，我唞一唞。当你 ready 嘅时候咧，我哋慢慢企起身啊。系啦，当我哋企起身时候咧，将对脚打开啲，副角系盘骨嘅，只手拉上去成个大 V 字咁啦。一二三，吸气，呼气落，将个右手边。掂去左手边脚眼度，佢 hold 住一二，心口扭多啲右手边嘅，吸气呼气上，好啦，落去左手掂到右脚眼，跟住心口向住左手边 hold 住一二，吸气呼气上，我哋尽量令个背脊系直噶，唔好弯背脊，最紧要扭个心口多啲嘅，每一次咧掂到对脚嘅侧边咧 hold 住一两下。好，掂住一、二，吸气、呼气上，做得非常之好，继续做。大家唔需要好似我咁掂到脚眼嘅，就算膝头哥侧边已经好好噶啦。最紧要心口扭多啲，跟住 hold 住两下先至上翻嚟。如果大家好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住 like 啊、订阅和按钟仔的，好需要大家支持。好了，我做多一下，跟着食手拉回落嚟，好啦，我哋慢慢翻喺张床上边做呢个 group bridge 啊。好啦，瞓喺张床上边之后咧，将对脚咧，我哋行近少少 pat pat 啦，只手向下嘅，用我哋 pat pat 嘅肌肉将个 hip 位拉上去，系啊，就系咁样啦，慢慢落，对脚咧就喺呢个盘骨嘅幅度啦，用我个 pat pat 肌肉将个 hip 拉上去嘅。好啦，吸气，呼气上，吸气，呼气落。奇怪，点解我哋做呢个脊骨运动关个pat pat 咩事咧？咁当你个股部嘅肌肉咧弱嘅时候咧，其实好多时我哋会用错脊骨或者腰部嘅肌肉啦，令到成拉伤嘅。所以当你个 pat pat 够强壮嘅时候咧。好多时啲受伤都可以避免到嘅，同埋 pat pat 系其中一个好大肌肉嚟噶嘛。想嚟多一下，跟住慢慢落翻嚟，跟住个身咧向一边，用上手咧拉翻人上嚟，诶，将对手摆喺张脊上边，膝头哥喺只脊上边，
在个盘骨之下啦，手咧就系个膊头之下嘅。咁咧我做一个 active cat cow 啊，将个背脊弯曲，跟住个 pat pat 掂到脚踭。当你向前时候咧，个心口向落，同埋个肚腩向落，下巴向上，头向上，只手伸直。好啦，我弯曲条腰向，跟住背脊向上，下巴向下 ，pat pat 掂到个脚踭，只手其实 keep 住直嘅，向前啦，心口向下，肚腩向下，下巴向上，眼睛向上，个人拉翻前，吸气，呼气，弯曲，慢慢向后 ，pat pat 掂到脚踭。隻手要伸直，吸气呼气，个心口拉落嚟，肚腩拉落嚟，跟住向下巴向上，吸气呼气弯曲，慢慢向后，吸气呼气向前，心口落，肚腩落，下巴上 ，active cat cow 咧系要慢慢做嘅，唔好快。因为你俾自己个脊骨一个机会去慢慢喐动之余，慢慢去拉扯。非常之好，是不是觉得舒服了很多呢？那好啦，我们再做多少少动作，我们慢慢把人打侧瞓在张石上面。那将对手伸直在身体前面，对手呢搭在一起的，而对脚呢都是搭在一起，而个膝头哥在个盘骨前面的，对手被你拉上去，跟住拧去另一边，眼睛和心口尽量拧去上手臂的手指方向，跟住 hold 住10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拉翻个上手臂去翻下手臂的方向度，好似本书三埋去嘅。再嚟一次，吸气呼气转。当你个膊头或者手指或者手臂差唔多去到最盡點跌下嘅時候咧，就 hold 住十下喎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收翻埋去。咁不斷重複個動作啦。呢個動作叫做 open book， 亦都係我其中一個最喜愛嘅伸展活動。唔止可以令到你個上身拉扯，同埋你膊頭更加可以拉扯啦。好啦，我哋慢慢起身，转向另一边，又系瞓喺侧身咁瞓啦，下手同上手搭埋一齐，个膝头哥咧同呢个 hip 咧前边嘅，吸气呼气扭去另一边，当你扭咗转手 ，hold 住十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留翻过嚟，吸气呼气转，去到最落，跟住就 hold 住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收翻埋本书，不断重复动作啊，慢慢做。
好啦，大家做完啦，做非常之好，慢慢将人拱翻上嚟先。希望大家中意呢个脊骨嘅运动啦。如果你喜欢嘅话，记住 like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有咩问题留言俾我。